所以要邀请北中南要把邀请下来好了，刷来就是我们的台北会，来欢迎我们台北会的蔡明哲蔡会长，台北会哦，家里家好，欢迎来。接下来呢要来欢迎介绍的是来自台中的台中会的张俊业张会长，台中也很热情，来七十个哦，台中都中了80个哦，我还没到、啊、好，没关系、已经有非常热情了、哦、来台中会咱现在、哦、火车直直走来到我们的南部、哦、来说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高雄会，来欢迎我们高雄会的江生辉江会长、啊、高雄会、啊、高雄会很没声音高雄会、对，来最后一位要来欢迎介绍的，就是我们凤山会的会长许福斗许会长。来欢迎我们这六个会的会长，那当然同时间我们也来邀请我们筹备会的主席宋俊明宋主席，以及我们刚刚帮我们主持第一个阶段的秘书张俊福张秘书，也欢迎我们这两位贵宾上台。再加一位哈，300第一湾区第十专区第20分区的主席徐永林徐主席，来热情的掌声欢迎。来，既然今天呢是我们的台南会主办的哈，来，回听我们先讲几句话，未来欢迎咱今仔在座的贵宾。好，来，首先来介绍阮300地方区，今仔日代表阮第十专第20分区的分区主席徐永林主席。感谢，你是我的好兄弟哦。大概我办的活动哦，一定到。再来来介绍咱湖景会馆度假会馆的徐总许姓坚，你不是蔡姓坚呐，许姓坚许总经理，谢谢。今天你一定别来到咱贵地吼，来给咱赞助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咱首先呢来介绍咱高雄吼，高雄，咱伫高雄。哦，钱总监，啊，拍谢，钱总监你介绍。老爷，你唔爱啉，卖啉啦。啊，我是。我替你啉啦。三爷三叔，大家好。好。我是家人仁爱会，即届会长陈木生。今仔来到这，虽然路途真遥远，但是因咱台南的吼，咱的会长，甲筹备咱那个筹备委员会，咱的那个宋主席，尤其是咱的秘书，咱的张秘书，非常的用心，在半年进前就筹备。啊，即摆非常的感谢，就是咱台南会的大家的团结，才有咱今仔遐尔闹热。所以哦，小弟在遮足欢喜的，入来到遮拢看到家己的吼、哦。啊，今仔祝大家吼，一、那个愉快。啊，这两天吼、哦，啊，希望大家有收获很多，谢谢。好，来咱第六区哦，恁第六区听讲我啦要出升三千总监嘛，第二副总监啦哦，王宏明啦，我啦上台，我啦上台就好，大家哦全国遐地位，知影讲哇，咱第六区要个出总监嘛，来，好拍了哟，赶紧的哦，来跑步带下身来。全国人类十位各位师兄师小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台北仁爱40会蔡明哲哈。那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哦，能够参加这次的运动大会哈。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宋主席，还有我的同学陈会长哦，能够举办这次那么风光明媚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在这边烤肉哦，非常高兴。那这两天行程，我也预祝大家能够非常快乐的度过这两天行程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朋友有缘，请
谢谢，来。来，可爽了哈，我补充。